日请大家欣赏由李翠翠和明星李秋元表演的《铁马银分之追夫》。在这个戏里面，翠翠就挑战自己，首次着起大靠演刀马旦。做刀马旦真的很难很难的。行内有句说话，就是说一日不练自己知，两日不练拍档知，三日不练观众知。所以李翠翠为了演好这个戏，日日都着着大靠在这里练把子功。而戏里面饰演驸马爷的李秋元呢，就戏路宽广，能文能武，一招一式都显示住他过硬的功底。好，值得期待，一起来欣赏。
情痛啊，千言书尽，终啊何用万语难克？减啊路用啊，当日离散之上冤仇重，今日金陵解下恨。你当真难受狠心斩断夫妻情，因而有如冰霜冻啊，亏你顽皮当日啊，Thank you.
你为报欢爱于人，竟然不念夫妻情，愿借手上强帮我见下这英雄冲、啊、我挥泪炸我舍身摧而又何难，请你受人为夫甘痛痛啊，你散吧。是你的生母乃是汉阳王妃、啊、公主你若还不信，此处有你母后血书一封，公主细看啊。
这个呢就是一出铁马银婚的。铁马银婚是分上下卷的。那我现在做的出呢就是上卷来的。那我这个人物呢就是一个名将挂运龙。今次呢揀这个戏的时候呢就跟秋元谈开来的。不如做铁马银婚一个啊我好啊这样因为我又做过这个戏这样自己心中有个底嘛。今晚我跟他做这出铁马银婚呢是有武场戏的。咁對佢嚟講咧，就係亦都係一個挑戰啦。因為有呢個武搶戲，所以我而家呢一排咧，我都努力咁樣去練功啊，咁樣係要把自己啲體力啊嚇。要即系嗰啲功夫啊，咁样都要操练下嘅。其实今晚嘅对手嚟讲咧，我觉得都系属于比较顺利嘅，相信佢都落咗唔少苦功。翠翠嘅专长咧，都系节气啦，都系比较传统嘅剧目，用啲传统嘅手法去呈现我哋传统嘅东西，我觉得系比较适合嘅，唔需要搞太多嘢。我觉得今次嘅专长咧。比较成功的。